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旅所游地》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吉萨金字塔的木乃伊接力赛，跑得快不如跑得久；二、威尼斯水城的划船比赛，谁是真正的水上漂；三、喜马拉雅山的雪人健身房，健身也要有雪感。耐磨、哦，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吉萨金字塔的木乃伊接力赛，跑得快不如跑得久。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古埃及的运动赛事——吉萨金字塔的木乃伊接力赛。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但它能帮助我们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来理解古埃及文明和金字塔的一些有趣面相。首先，让我们澄清一点：真正的木乃伊是不会跑步的，他们大多安静的躺在金字塔或墓穴中，享受住永恒的安宁。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看作是一场接力赛， 那么这些木乃伊和他们的安息之地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接力棒，传递住古埃及文明的信息和秘密。现在想象一下，如果这些木乃伊真的能够参加接力赛，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呢？首先，我们的确保比赛在夜晚进行，因为你知道白天的沙漠阳光可不是开玩笑的。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些古老的法老和贵族们穿着他们最好的亚麻布裹尸布，手中拿住接力棒，也许是一根装饰精美的权杖。 在金字塔之间进行住一场激烈的竞赛，但是这场比赛的真正含义并不在于跑得快，而在于跑得久。这些木乃伊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还有他们背后的文明、信仰和技术。每一个木乃伊都是一个故事的载体，一个历史的见证。他们的赛跑已经持续了数千年，而且仍在继续。这场比赛的观众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全世界对古埃及文明充满好奇的人们。 每当一个新的墓穴被发现，或者一个新的木乃伊被解开，这场接力赛就会迎来新的选手。这些新发现让我们更加接近与理解古埃及人的生活、信仰和死亡观。最后，如果我们要给这场虚构的接力赛一个寓意，那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跑得快不如跑得久。古埃及文明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来到我们面前，正是因为它的持久力和对永恒的追求。而我们今天所做的研究和探索，就是在接过这些古老的接力棒。 继续前行。所以，下次当你看到金字塔或木乃伊的图片时，不妨想象一下他们在参加这场史诗般的接力赛，并且感谢他们为我们保存了这么多珍贵的历史和知识。只是记得不要真的期待他们跑起来，毕竟木乃伊的跑步速度可能会让任何一场比赛都变成一个永恒的等待。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威尼斯水城的划船比赛，谁是真正的水上漂？ 各位亲爱的水上运动爱好者、历史迷以及对威尼斯这座浪漫水城好奇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威尼斯的划船比赛。这可不是普通的比赛，而是一场真正的水上漂之争。首先，让我们来点背景知识。威尼斯这个建立在意大利东北部亚德里亚海上的城市，由于其独特的运河系统，被誉为水城。这里的居民从小就得学会如何在水上航行，就像其他城市的孩子学骑自行车一样。所以， 当地人对于划船可谓是寄生于何声”量。每年的威尼斯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划船比赛，成为历史性的船队游行 （Regata Storica）。这场比赛不仅是一场运动竞技，更是一场色彩斑斓的文化盛宴。参赛的船只装饰华丽，运动员们穿着传统服饰，彷佛时光倒流，让人一秒回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场比赛的精彩之处。威尼斯的划船比赛可不是儿戏。 这里的运动员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水上格斗士，他们驾驶的不是普通的划船，而是威尼斯特有的贡多拉，一种长而窄的船，需要极高的技巧来操控。想象一下，在狭窄的运河中与其他船之间并肩的竞速，那场面既惊险又壮观。比赛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贡多利尼赛事，这是专为那些技术高超的划船高手设计的。这些选手们在运河中穿梭，就像水上的芭蕾舞者，既优雅又迅速。 他们的每一次划桨都精准无比，仿佛在水面上刻画出一幅动态的画作。当然，除了技术和速度，策略也是赢得比赛的关键。选手们必须精通运河的每一个转弯，知道在哪里加速，在哪里减速，甚至在哪里可以利用对手的波浪来获得优势。这不仅是一场肉体的较量，更是智慧的对决。最后，当胜利者在人群的欢呼声中穿过终点线时，他们不仅赢得了荣誉和奖品，更赢得了水上漂的称号。 这个称号在威尼斯可是极为崇高的，因为它代表住对水域的绝对掌控以及对威尼斯传统的传承。所以，下次当你游览威尼斯，看到那些在运河上熟练操作的贡多拉手时，不妨给他们投以敬佩的目光，因为你不知道其中可能就有曾经在划船比赛中战胜众人，成为真正水上漂的冠军。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喜马拉雅山的雪人健身房，健身也要有雪感。各位健身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冰爽的话题——喜马拉雅山的雪人健身房。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是一个结合了传说中的神秘生物和现代健身文化的奇妙概念。想象一下，在世界屋脊的雪域中，有一群雪人在举重、跑步、瑜伽，这画面是不是既震撼又带点滑稽呢？首先，让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雪人。雪人，或者叫 yeti，是一众传说中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大型生物，据说它们长住浓密的毛发。 身形魁梧，力大无穷。虽然至今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雪人的存在，但他们已经成为了当地文化和神秘学的一部分。现在，让我们幻想一下，如果雪人真的存在，他们可能会怎样保持这样强健的体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喜马拉雅山的雪人健身房。想象一下，这个健身房的设备都是由冰雕而成，哑铃是由紧紧压缩的雪块制成，跑步机则是一片片滑动的冰面。 雪人们在这里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比如推雪球上坡、冰川攀爬以及雪地敲拉。这不仅是一场力量和耐力的挑战，更是一场与寒冷的抗争。当然，这里的个人教练都是雪人中的精英，他们不仅拥有强壮的肌肉，还有著卓越的生存技能。他们会教授如何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体温，如何利用雪地进行有氧运动，甚至如何进行雪中冥想。而且，这里的冷疗法 cryotherapy 自然是顶级的。 毕竟，哪里能比喜马拉雅山更适合进行全身的冰浴呢？雪人们在经过一番剧烈的锻炼后，可以直接跳进雪坑中，享受冰冷的拥抱，这对于肌肉恢复和消炎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想象，但不得不说，这样的想象不仅充满了幽默和创意，也让我们对于健身有了更加宽广的视野。在这个虚构的雪人健身房中， 我们看到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以及在极端环境下寻求健康和强健体魄的无限潜力。所以，下次当你在自己的健身房中汗流浃背时，不妨想一想喜马拉雅山上的雪人们，也许你会感到一丝凉爽的勇气，帮助你完成最后一组训练。记住，健身也要有雪感，这是雪人健身房给我们最酷的启示。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吉萨金字塔的木乃伊接力赛、威尼斯水城的划船比赛，以及喜马拉雅山的雪人健身房。这些虚构的概念不仅带给我们笑声和想象力的激发，更让我们思考了这些地方和文化的特色。这些活动和场景都是以幽默和轻松的方式呈现，但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更深层的意义。吉萨金字塔的木乃伊接力赛告诉我们，历史是一场长跑，跑得快不如跑得久。 古埃及文明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是因为他们的持久力和对于永恒的追求。我们今天所做的研究和探索，就是在接过这些古老的接力棒，继续前行。威尼斯水城的划船比赛告诉我们，健身也可以有不同的乐趣和惊喜。想象一下，在运河中竞速的划船手，他们既优雅又迅速，展现出对于水域的绝对掌控。 这样的比赛不仅是力量和速度的竞争，更是智慧的对决。在威尼斯的水上漂比赛中，只有真正的水上漂才能获得称号。喜马拉雅山的雪人健身房则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健身体验。想象一下，在冰冷的雪域中与雪人们一起进行刺激的健身活动，这既是对自然的尊重，也是对极端环境下寻求健康的无限潜力的探索。 这些概念都是以幽默和创意的方式呈现，但他们所传达的信息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历史是一场长跑，健身可以有不同的乐趣和方式，而探索自然和极限则是我们永不停歇的动力。现在，我想邀请各位观众们一起参与讨论，你对于这些虚构的比赛和场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认为这些活动所传达的信息有什么意义呢？ 让我们一起分享想法，开启一场幽默又有趣的讨论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